今天先来展示昨天我跟我妈妈一起做的一些折纸，而且今天原本想先展示这个的，但是想坏掉的，但应该还可以。等我一下。第一个，一把刀，广面之刃的。第二步，接下来呢是这一个，妈妈小时候做的飞镖，那个。原本这个我也想折一下的，但是结果折坏了，好像这个好像就是那个是飞侠，飞侠这已经有两个，第三个壶，我放火影刀。下一个是高难度飞镖，再试飞一下，又来。OK， 接下来还有这把飞机，这个是战斗机，就没有那个战斗的。这个虽然能飞，但是。不能飞太远，还是飞的。最后一把，超大型的，这什么来着？飞镖，对，飞镖，飞。为什么每次都要飞到门口那边啊？然后顺便教习。然后我记得，然后就是这把枪了，这把枪就坏了，对，彻彻底底的坏了，应该是长这样子的。然后弄最长的就是这把枪，我弄这个喷火就最长的，后面还有这把苦，最后一个不，这人真的是搞人心态，很难的。这样好把塞进去了。你看我手指这么干净，昨天我弄这把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手上都是沾到它的纸上，然后还有这把鬼灭之刃的，我真的是做最好的一个。但最不好就是这个刀柄没粘好，我记得有胶水的，粘一下。粘好了。这个因为是纸做的，但是太软了，所以可能不太久。我是拿我另外一把，很快就来。加长版，那条柄白的。
哎呀，好了。我觉得最难做的应该是这一把，我当时做的很久，这个好像是我，哎，这个好像就是我用的那个纸，反正我不知道能不能拆开来。拆得开来，但是我怕我好像不会。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好，我回来了。好，没事。